的同学，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好，晚安。好，那我们继续好，把这个《天台止观》啊这本好教科书稍微把它讲述完毕。好，那我们上次有对那个禅哈，这个是对止观啊内涵啊，包括那个尘要怎么对治。还有调局怎么对治，有做一个好一个介绍啊。那因为汉系的文字哈，很多都是文字很好很高远，但是内涵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就藏系的一个角度来做说明，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懂。好，那我们先看那个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内涵哈，我们从200。这个01页这边开始，分别增歇会变成一个是障碍，这个叫为。那我们看内涵，行者如发如上诸禅时，随因所发之法呢，有一些触动，或生骚动，或时生重，如雾正压，或时身轻欲飞，或时如浮，或时脱仪垂熟，或时兼寒这个就是四大不调造成的。或时壮热，或见种种诸异境界，或时其心暗闭，或时起诸恶觉，或时念外散持诸杂散善事，或时欢喜躁动，这个就是没有缘在正念。那被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讲有几个魔嘛。包括五蕴炽盛魔，这个属于嘛五蕴的色蕴，还有四蕴，或时忧愁悲思，或时恶触身毛精束，或时大乐昏醉，如是种种邪法与缠俱发，名为邪为。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平常修定之前，可能贪着某个东西。例如说，我们讲对那个，那个都是那个，我们讲那个四大不调一种，是讲的身，另外的对某个喜欢的东西念念不忘，就是嘛，念外散持诸杂善事，好的哦，或欢喜躁动，对你想到平常让你很欢喜事就会现起来，或是呢对你呢很苦恼的事呢念念不忘就忧愁悲思。那如果是那个生，就会造成这个思，或是被惊吓过，之前被惊吓过恶处，或是呢被毛毛虫惊吓过那个身影那个影像还存在内心，就会身毛精束，或是呢想到快乐的事情就会昏醉。重点呢，你没有缘在正念所以你没有缘正念，这些种种的这个叫五蕴炽盛魔就会现起，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就会障碍你修定，这个就是五蕴炽盛魔，这个叫为。那一定要缘在，重新缘在那个正念上，这些境不管它就没事。你一管它，越离越不清楚，越执着。所以最好的方式不理它，不管身怎么痛怎么痒，不理它，缘在正念上就好了。痛也是一样，快乐也一样，痛苦一样，不理它，是最根本的方法。一理它，越陷就越深。这是一种我们讲五蕴炽盛魔。另外呢，有一种叫我们叫凡那个邪鬼、鬼神来干扰的，鬼神来干扰的。那这个呢，我们讲此之邪定，就是鬼神来干扰。刚才是五蕴自己的因素造成的邪定呢，就是若人爱着，即有95种的鬼神法相应。不止95种了，就看你说你偏好哪一个，它就有那个你喜欢的东西出现了那多好失心癫狂或时诸鬼神等之人念着其法，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可能对女朋友念念不忘，他现起女朋友就给你看你对某个东西就是贪着，他就现了个法。那这个就加势力，令发诸邪定、邪智、辩才、神通，惑动世人。那这里呢，我们讲一般鬼神会干扰我们有几种呢？鬼神会干扰之因呢，有几种。
好，一般如果是一般哈，我们讲哦，冤仇就是冤亲冤债，冤亲债主来的报仇的报复，这个"复"这样写吗？哦，报复这样对吗？还是负面的"负"？哦，这是负面"负"，这样对哈？还是提手旁这个"报"？这个对哈？好。所以冤亲债报复呢，有几个？那第一个呢，主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呢，自己就是自己。就是我们讲自己，我就是处在恐惧。哦，第二个我们讲极度忧虑。第三，我们讲烦躁啊，这个我们讲非常啊，只是讲非人干扰，还光复的复哦，这个啊，哦，好。哦，当你心绪有恐惧、极度忧虑或非常烦躁的时候呢，那就是什么？非人干扰之果。我说第一个哈，非人非人力大。要变成神事被占，第二种呢，非人力小。侵入，侵。就是，讲那个被人干扰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如何我们讲第三，如何对治？然后就是心安住。哦，希望光明、喜乐、之强大正念。那国教呢？是以。以佛光加持，
是他。就是讲一般的好非人干扰的方式啊，外力给他，如果说像一般我们朋友有非人干扰，你给他的力道比较小，一定要他本身能够用佛光加持皈依，祈求阿弥陀加持，那佛光进入身体，进入身体就可以加持到非人，也可以加持自己。那非人得到这个阿弥陀功德的时候，他就开了，就那个冤仇就会暂时止息啊，如果强大的话就会离开或得到阿弥陀摄受啊，这个是。如果力量大，他会把神识占有啊，如果他力小，他没办法占有神识，就侵入身体，就变成也你自那个慢慢变成对方严重的慢性病。看他能力大或能力小，非人，非人，不是我讲这是这个是对治，这个是被干扰的现象，被干扰的现象，干扰之果嘛。第二个呢是，哦，那个我们讲心中有所求，然后呢，允许非人，哦，进入身体。这个就包括我们的一个是求神通，好求神通，那就是好求神通，哦，非人就进入身体，啊，得到感应。好，第一求神通，第二呢，我们就求什么？好，求外求。求外力之帮助，好，所以例如，好这一种，这个在佛法很多哈。完了，第三的哈，就修哦，为了行善业哈，为了以神通行佛事，这修禅定。哦，大概这几类了。哦，这个我们自己修行呢，要时时提醒自己。嘿，所以修禅不要有个想要得什么神通这个预想，不要。好，要心放空，为了能够提起正念，得到心中的禅定的提升，要心中有希望、光明跟喜乐。所以这个处缘境就很重要哈。如果念佛的话，比较不会。因为念佛你就是皈依、哦、阿弥陀佛，所以有皈依的那个感觉，有希望、光明、喜乐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呢，大部分是修禅的。修禅就是放空、空相。那放空的话，因为你没有真正那个希望、光明、喜乐的正念，外力比较会进来。所以这里讲的、哦、这一本讲的都是以修禅定的放空、以空相来讲，才会得到这些什么伪的神通啊，或是禅病啊。第一个他是修属习啊，随一个随习会造成身体的四大不调。第二个呢，他是放空，放空的时候呢又允许外力进来，没有去提起正念，所以呢跟你有冤仇的就会进你身体干扰你啊。
那这里部分就是一般是有所求了，哦，所求。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讲，哦，有所求。第三哈，哦，这是鬼神了哈。第三啊，哦，要啊，将正，啊，将诶正，初禅正定时。那天魔，天魔就是欲界天的天魔啊。好，欲界天魔怕行者脱离他的掌控。以各种幻境行者，以各种行者，以过往的妄境，就是天魔。刚才讲是鬼神，将是讲天魔。好，有问题哦。啊，这个天魔的是以啊，以心魔干扰是哈。好，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这个记得哈，这个所以呢，禅定的时候一定呢要放下以希望光明喜乐这个角度来追求更高的成就，不要对外有所求。所以禅定很危险，嘿，如果没有安住正念的话，很危险。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正念了哈，念佛是最好的方式，啊，念佛就是以皈依心来安住心间，要充满希望、光明、喜乐，啊，要求生净土，或求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能快速成佛，啊，这部分就是最好的方式。那放空这个比较危险，所以你空相可以，但是空相有光明度会更好。不要只是光空相，有光明度，嘿，光明度比较会对我们有希望、光明、喜乐的感觉。好，有问题吗？哎。嘿。哦。有。到底是真的修禅的神通还是鬼通？我不知道。嘿，那第一个，因为他有神通，嘿，所以他的信众很多，越来越多，一定的，大家都相信他。对，因为他做给你看嘛，嘿，这是一个。对，那是鬼帮助他，神鬼帮助他，他不是修禅定出来的。到鬼神附在他身上来帮助他，嘿，因为他的平常作为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啊，嘿，没有，还是一样的生活，只是嘿，对，你问他问是怎么解决？啊，对啊，对对对对啊，你抓不准那个方向，你问的也不够准确，不够精准啊，这答案是似是而非啦。那就从业果嘛，你只要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答案。你只要努力，就会赚大钱，运气就会好，有点类似啦。嘿，他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学佛者或是宗教信者，都是求快速啦，就是速食主义，我马上订餐，马上就出来了，就可以吃了。
啊，那佛法因为是告诉我们理论求后世嘛，求解脱，那所以比较看不到，从得国到果报的时候比较看不到。那这个神通给你，你要身体好，它马上加持，身体就变好了，所以那就马上。对，没错，神力它有期限的，所以你一直就是说你是抽烟啊，抽烟，然后它用加持力让你的肺部呢得到改善，可是你因又继续抽烟，你就其实没办法真的根治啊，所以一定要从因下手。可是我们就求果，我们不求重因啊，求果就变成啊，用术士只要求神通帮我解决啦。可是我自己都不想改哦。哎，因为跟那个鬼神有缘，过去有结善缘，啊，求善缘，那就来帮他赚钱。哦，这个比较感应的了，就发起来了，嘿，对呀，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去啊，有求去求啊，干什么？啊，例如说，我比如说是那种禅定啊，修鬼使神或什么修灵的哈。啊，我们修那个我们叫啊，去山上打坐的，我在这里啊，就是去山上打坐，这个一贯道会去灵山打坐，嘿，就是灵比较多的地方。去海边，去灵气或寺庙，去寺庙吸那个气。哦，就一般一贯道也是这样。一贯道呢，他们有这个天才啊、人才、地才。那天才就是当机，我们他会叫当机，他是要降临。那降临的体质没办法让灵降下来，你就不能当当机。所以他们要当那个当机，就是我们讲金匠，我就讲天才。天地人哈，天才，你必须要去灵山打坐。啊，打坐就是你希望有个灵哈，神或是神哈，我讲那个他们讲仙佛啦，一贯道仙，降到你身上，降你身上，你一个体质就有这个跟这个仙佛有感应。所以等你啊到办事的时候呢，那个仙灵就会降到你身上啊，有人问因果，你就可以答得出来。哦，就是仙灵，所以他们用的是用什么呢？用那个像那个供养那个烧香。所以有时候仙女没有来，啊，就一直求，要时间到没有来，他就把那个檀香啊，那个用那个就是那个鸡头那个本身要那个吸那个鬼那个神鬼是吸，我们叫食香者，他靠那个香来滋养他的那个鬼神的色身，所以那个烟很呛，我们旁边闻那个香就会呛哦，可他闻的不会呛，他闻的一下闻很大，那个烟给他闻，他马上就呛，你就 key 档了。基本上就是可以问世的，嘿，哦，这是一般一贯道的做法，就是希望有降临，这个叫问世，或是我们叫胡鸾，胡鸾，好，这个就是哦，用我们讲那个以神通行佛事，修禅定，然后求鬼神之路自生，这一贯道是这样的，所以一贯道为什么这么新，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佛事对很多人有帮助，你问什么因果？好像我一次以前我学还没有学过之前，也在修道教。我先学道功啊，就那个昆仑山的仙佛仙仙佛昆仑山昆仑仙宗有没有听过？哎，就是练气的道家，这个叫道家，不是道教。哦，所以我们是以太上老君的为主来修什么那个太极剑呐、太极拳呐、太极扇啊，这个以这个太上老君修气的，这个叫道家昆仑仙宗。后来我学一学，因为时间太忙，又没有学。他们也是想去灵山打坐的，后来就变成一贯道。所以这个都很多，把很多道教引。我就后来又参加一个宫庙，叫三清宫。三清就是一气化三清。哦，那一气化，我们的师父就是元始天尊。哦，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还有什么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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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什么冲上人，那个三个就是红军老祖的三个徒弟啊。那元始天尊是管人类的修禅定的升天的，那个什么什么神什么神通上的那个是管畜生，就是不是人的啊，修禅定的，啊，这两个就是一般我们叫那个封神榜，一个阐教，一个截教，
截教就是畜生这个部分，禅教就是人类修神通升天的这个，因为封神榜这两个刚好对立嘛。啊，这个两个就是元始天尊，我们也是修道教的，道教了就是也能够办佛事或是行善的，那后来也是变成了一贯道去了，所以外向是道教，啊，其实呢后来都变成一贯道，就是以服软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变成大家对那个法理不清楚了，对后来不清楚，啊，这个是世间的，所以现在一贯道为什么人这么多的原因，一个是吃素，传人做的素食很好吃。哦，他特别研发素食的怎么样做，所以这个对一般我们吃素人很有帮助。第二个呢，他用那个修灵，那服软，哦，那个部分啊，对有些人就对这个啊，这个服软跟问世又不用钱，哦，他是随分，你自己供养，他没有要求你，你要供五块钱，不供养没关系，哦，所以利益众生来说有一点好处了，哦，所以这两个呢，不过就一贯道很兴盛，所以你看那个。哦，是吧？长荣的老板啊，那都是大财主啊。啊，为什么能够变大财主？也是透过他帮助啊。哦，你说我要抉择，我要用长荣还这个事业发展不好？他说你，哎，你可以发展。啊，做出来事业很好，当然会回馈嘛。哦，这个就是相对的利益啊。啊，佛教没有这些就没落了。佛教讲道理没有用。只讲道理，要讲后世安乐，那个大家就感觉这个不是我要的，投资报酬率不高，这样佛教投资报酬率是最低的。哎，对呀，啊，但是你那一般求己嘛，急求果报的，他对投资报酬率不高，要后世或无限生命看得到的，他感觉我不值得投资，那马上看得到他值得投资，哎，这是一般啊学佛的心理现象。虽然是说哈，哦，他的众邪是因为有缘哈，有缘，啊，加上那跟那个人跟那个非人有缘，那所以他是神识，这个是讲鬼神力大的，力大的就会占有他的神识，所以那表情啊气质都会改变，因为他神识被占领了。但是那个鬼神力道还不够强，他只能暂时占有，暂时而已，他没办法永远占有，所以他用完了之后呢，他们离开了，离开那个人应该会很累。所以你会很累，因为他被元气被鬼神用光了，就很累，很累，所以他赶快要休息以后，或是吃的东西让他恢复。哎，所以那个鬼神力道还虽然有力道，但是还不是很强，只是摸钱摸关黑，时间到就走了。所以你的精神力，我们讲哈，我们讲那个，我说为什么要修定就是很重要。我一般哈，我们这个人脑哈。这个这一块区域，一个叫我们叫元神呐，啊，哎，就是开悟穴这个顶轮，叫元神。那元神的部分呢，你需要加强那个念，叫念力，精神力进去。所以精神力进去呢，它可以把那个能量充满，变念力。精神力进去呢，变成你这个神是有一个你在里面。如果念力强一个你，那这个你呢，鬼神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身体嘛？所以这个本来就一个你，我在这边。它如果力量大，哦，你小，它就像是把你压在旁边，把你撇在旁边，你就躲在墙角，因为你没有力量抵抗它，由它来掌控你身体，来做什么行为啊等等。可是因为它的力量不强，只能暂时用一下。所以呢，它时间用完了，把你的元气用光了，它就走了。走了就变时间性了，有时间性啊。如果更大的是神通力大，它永远占有你哦，你就永远都被关在里面，就像昏迷一样，昏迷不醒，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哦，那个就是一般我要亲念定力，就是要把顶轮这个元神要叫念力，这个叫念力就有神识。哦，从神识，哦，变成神识。哦，那个神识就变成我们叫有个这个有力有大小范围。你像神识有念力进去就变神识，神识的识呢，这个变有范围大小，范围。哦，那一般念力大可能呢，好，我只要啊不看，我只要安住在我神识，我的周围可能50公尺发生什么事，包括非人来或人走，我都知道。而如果更大，啊，100公尺更强，500公尺。
所以你念力越大，你的神识的范围就越大。啊，这个范围之内呢，所有的飞人或是一个针掉下去，或个风吹草动，跟蚂蚁走路，都一清二楚。哦，这个就神识的力道，所以要去练顶轮。哦，元神念力变神识，变成神识。啊，神识就是范围了。那你念力越强，范围就越大。啊，这个就是非人用鬼神来占你的元神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念力就被占有，所以修顶轮很重要，叫开悟穴。我们人有三个丹田啊，下方肚脐四个手指头下方三寸，这个叫下丹田，它是管我们的肌肉动力打拳运动，这个管这个叫我们叫元气，人气以气为主的。那么中丹田呢，这里呢我们叫呢那个我们叫那个元神，哦，刚讲是讲元神，对不对？这个是讲我们讲那个我们讲精神力，精神力，哦，不是念力，是精神力，哦，包括你的那个喜怒哀乐都是由心轮来掌控。另外的顶轮是那个念力的神识，哦，那以鬼神这个，所以一切的发展都以顶轮为基础，为基础，你的神通也是要靠顶轮为基础才能发展神通。你要想，例如说，我要变成，例如说，我们讲那个龙树菩萨一个点石成金，把石头一点就变成黄金。那变成黄金，你是不是要念力？我要把它变成黄金，那个念力要很强。这念力带进去，你把那个石头再用观想，它就是金黄色的黄金，一点下去才变成黄金。啊，这一定要靠念力的帮助。哦，就有下三个丹田了，啊。那上丹田的顶轮，这个是主导我们神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轮，一个丹田。嘿，正念，对对对对对。哎，一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是元那个精神的，啊，这个是神通的，尤其临终这个很重要，临终不颠倒是靠顶轮，意念。哦，这个问就是我们自己学或者要清楚，哦，啊，如果说你念力比较差，常散乱的，一定要修顶轮，念力要强，才不会胡思乱想。那修心轮是让你的元精神比较好，不会说过劳死啊，或是做很多事就心很累，那个就是要管那个精神的。那体力的一定要用下丹田。哦，这个三个丹田很重要。哎，对对对对，身心灵，顶轮是灵，下丹田是身，然后心轮是心。哎，所以你修的时候，哎，用三个轮轮流修。哎，能不能不礼貌的问一下，是刚刚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跟道教比较有哎先接触，还没学佛之前，有感觉我有学了，例如说，哦，第一个是说可能语言不具足，哦，第二个说我也想学，哦，例如说我对很多生命的真相都有一个好奇，所以我也自己自学，哦，包括阴宅啦阳宅啦，还有梅花斗数，那个梅花问卦啦，还有紫微斗数啦，四平八柱啦，这个我都自己有学，买很多书来参考，哎，自己还会算了，还算得蛮准的，后来感觉这个好像不就近，因为自己没办法确定到底准不准，啊，就是有些现象感觉准，可是对我心灵来说好像没有提升，对我心啊，就是事情好像有预测到一点，但对心没有提升，我就把这些转成练气，我感觉练气至少比这个事情事项上还会更好一点，我就去昆仑仙宗就练道家的气功，那是手窍，他是用手窍的，就是那一般他开始手肾窍，肾窍就是后面肾脏两个中间那个位置叫肾窍，然后手肾窍我坐下去，哎，就看到那个我们叫凌霄宝殿，好像把那个所有的天人变成光，有蓝红黄白，每一个人的仙人光不一样，就一直在凌霄宝殿在互相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而因为没有时间，因为他都是礼拜天才有，我礼拜天做服务业，我做脚底按摩啊，礼拜天客人正多了，
啊，我那时候又想说，我家里很穷嘛，我说想自己靠自己能力买个台北买一个房子，啊，让我这个祖母跟爸爸来台北住，因为我们住的是违章建筑，随时会被拆，那个危机性很高，所以希望贷款买个房子给家人的老人家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所以一直想赚钱，就变成礼拜天是生意最好的，那又是礼拜天要去做练习，所以有时候就。一次没去，两次没去，就惰性了，就不去了。后来就是，感觉刚好一个同事，就是跟我做家的同事，他爸爸在一个三清宫服务。我说，既然那个地方没办法去，三清宫有时候有放假嘛，晚上他晚上嘛，像那个昆仑宪宗是早上或白天嘛，那晚上比较有时候会请假，可以请假去问，就看到那服务栏。忽然之后就被就两次被葫芦徒了带到那个一贯道去做那个点窍三宝嘛，点窍五字真言跟河童嘛，是两次都不想。他说我带你去修行更好的地方，我就敢，因为我想修行嘛，就带去了两次都变成去一贯道，加入一贯道，可是也没有深入啊，就感觉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心灵的提升。所以感觉，不管是道家练气，第一个是说我没有缘，我也想练气啦。第二个是说道教只是问事，我帮忙别人问事，可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要问啊。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帮助别人有点善业了。后来接触道教是因为我一个当兵的那个同样单位，我们是无线电报，他先退伍，然后我退伍后去找他。然后他说来，刚好他在听那个慧律法师，那时候就是什么，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啦，那个录音带很兴盛，我们那时候听那个录音带，就感觉以前对佛法就是感觉很什么，很严肃，那一个法师在上面在侃侃而谈，可是呢，很严肃，又听不懂，可听慧律法师就是很幽默，讲得很生活化，就感觉这个可以啊，可以用在生活中不错啊。后来就对佛法慢慢去深入，就产生信心，因为可以用，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错误的心绪，就可以用。后来就皈依啊，皈的话就是信佛，信佛常走寺庙，然后就皈的时候就念佛，就是我们一个组织一个同念佛同修会，有三个团体，就是板桥、三重跟新庄，总共300个会员。我说有时候带文罗、带拜忏、带念佛，感觉念佛下来好像对自己心灵还有那个念力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慢慢就对佛教就比较专一了，就不会跑什么道教啦，或是念气就比较稳，因为时间花在念佛。念佛完一段时间就感觉，我也没女朋友，也没有结婚，干脆出家算了。那出家每天可以念佛啊。在家有空才可以念，也不是每天可以念，因为念佛很相应嘛。后来出家了，出家就到现在。后来我出家再辗转再去藏系学五部大论，再回来再教课，这个过程就比较复杂。就是从外道感觉不就近啊，就是我也想学，可是感觉跟我心灵没有提升，所以就慢慢感觉我要提升是心灵，那佛法能够让我提升心灵，至少对内涵怎样改变生活，那观念改变很重要。我就是对，因为佛法比较就近，所以慢慢就透过这样学佛出家到现在。就是我觉得是心理提升为目的了。哦，对，由外境到由事最到心，这个要如理抉择，不要求现世安乐，这个很重要，目标要明确。但是一般人是求现世安乐啊，求果报啊，身体好啊，家庭平和啦，那个财源广进这个部分那就没办法学佛，就进不来了。你们都是这样过程吧？你们都接触外道啊，为什么今天想学佛？目标不够确定哈。会更好，会更清楚。感觉有对我有改善了哈，对我心灵有改善，重点是这个。所以一步一步来，每个人缘不一样啊，但目的是追求快乐嘛，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快乐。
这个是重点。活法就是没有副作用的快乐，其他都有要付出代价的，就比较要伤脑筋一点。那个代价我们可能承受不起，所以这些鬼神来帮助都有代价的哦，就只有活菩萨没有代价的，这个所以能够安定啊，在学佛啊，那产生真正的离苦得乐，没有副作用离苦得乐，那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好，接下来来看，你们要休息一下吗？没关系哈，我把它讲完再修止住修也可以，好。不用，没有，没关系，没关系，你快也剩下一个多小时而已。好，那这里讲的很多，就是我说这个讲的都是讲修气，修那个随习造成的治病，我们讲224页，治病第九。好，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四大种，地水火风有病。那我身体会造成就是四大不调了，好像火气大啦，或是寒冷啦，或是那肝湿啦、脾湿啦，这个很多造成我们的问题。肺部太湿就生痰，胃太湿就生痰，脾太湿就会累，肝太湿就会排毒不好，等等，这个都是因为湿气四大不调造成。因经用观心，习骨即发动本病，观心习骨即发，或时不能善调适身心习三事，身心还有出呼吸吸气的习，那就是用属习来讲才会有四大这个病，属习，因为属习那个习吸的是空气，一般如果吸的属就空气，它空气是出色，它会有障碍性，所以你吸多没办法调的话，会造成身体的障碍，地水火风的障碍，所以内外有所为患，故有病患，就四大不调产生阻塞。所以坐禅的方法呢，若能用心，则四白四病自然除菜，菜就是病。那重点你打坐完一定要动，打坐完一定要动，你不能一直不动，所以我们坐的时间也不长，还好啊。坐的有的什么一个一天一夜不动的，它容易生肠病，一不动的话加上你习没有通，所以我们现在练气呢，第一个一定要先任督两脉打通，这个最基本的任督两脉打通，或是说秘法要把中脉打通。当你任督两脉通的，你就有生病可以靠意念力把它疏导到整个中脉或是任督两脉，就不会阻塞引发四大不调的病。好，那你这个你们可以先用属那个我们叫这个观想任督两脉的走法，就是对身体的一个违患障碍。若用心思索，就是用心不对了，则四白四病因之而发，就是四大不调这个病，很多病，四白四病就是很多病的意思啦。这个若自行化它，应当善视病源，你的病根是怎么回事产生的，一定要认识。如果说我们看你们现在的身体你们现在有没有去用内视？你们很少叫内视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用精神力练视，从头顶叫内视，就像那个我们叫断层扫描，用自己的精神内视从头顶一直扫描，扫描到脚底，你感觉哪边有塞住的，或是感觉肿胀，或是有点酸麻啊，你没有这样做内视没有这种习惯，这个叫内视，也训练你的精神力，不是放光，就是检查自己，从头去检查到脚底，念力内视，往里面看，用念力这样检查。这个内视有的，你在练气的时候，任督两脉通的，你这个练气，像说，你这边可以等一下先练看，我们先练任督两脉，再修止住修。练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叫心气不二，这个是秘法的口诀。怎么说心气不二呢？心到哪里，气就到哪里。
我是心啊，气随心走的哈，就这样比较靠近。哦，例如我们做个实验哈，你现在把你右手手掌打开，你把气那个心专注到你的右手的手指，专注在右手的手指，加点念力哦，安住在那个，专注在手指，有没有感觉手指头麻麻的？对，这个就心到哪里，气就到哪里。啊，这是练气的根本口诀。所以呢，你可以用心导你的气，你可以，我们讲，一般我们讲练身体的，先练任督两脉。好，那一般来讲呢，前面呢，啊，这个我们这个前面叫任脉。好，任脉呢是从舌头。从舌头下方，好，舌头下方，好，经过喉咙，好，一直到那个我们的会阴，会阴就是大小便中间的哈，大小便出口的中间啊，这个叫我们叫任脉，它是在啊肉里面，肉是前面的督脉任脉啊，肉里面，肉贴着肉啊。所以我前面空空的嘛，肉在肉点贴着肉，这个叫任脉。那这个是那另外的，再从这里好，从上面就是舌头上方往鼻孔走，鼻孔走，它是在肉跟骨的骨头之间。我们讲中脉是在肉跟中脉，这是讲督脉哈。然后呢，骨头是在前面，脊椎骨在前面哈，我画的不好了，这是督脉。督脉呢，这个是管啊精神，精神，所以你要。督脉管精神，免疫力，好，免疫力。啊，就是任脉管内脏。好，那再是我们讲中脉，中脉就是啊，从眉心轮在里面，啊，眉心轮在里面，在骨头里面。好，这是属于中脉，所以我们刚开始你可以先修，因为中脉比较难，先修任督两脉，顺着一个肉前面的肉，你可以用啊。如果早上是早上哈，我们讲那个我们叫早上，就是我们讲早上，好，就是任脉下，啊，督脉上，提神。那午后，就是我们讲督脉下，啊，任脉上，啊，就是嘛，就是提神安神。所以晚上呢，要督脉下来安神，比较好睡觉，啊，所以你可以用意念。来做引导，好，如果现在的话是晚上嘛，你就顺着好鼻孔那个上方意念引导，这骨头跟肉之间下来到会阴，好，而你们刚开始可能会堵塞，会堵塞没关系，你就意念到哪里就到哪里，意念到哪里就一直循环到哪里，堵塞就一直循环，一直循环，而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振作，这个叫小周天。可以督就任脉督脉可以做循环，这个叫小周天。哦，这个可以精神方面或内脏方面会比较健康。哎，这吐过来一直冲，就像那个水沟有个堵塞冲不掉，没关系，水沟就水一直冲，
冲，慢慢那个阻塞就会嘛，阻它冲过去。哦，就是一般我们讲练气的方式。好，那这个就是透过这样练气呢，把任督二脉打通，那个病啊就可以除菜，就基本的。好，那个就是对治病症这样方法。嘿，啊，如果那把那个气哈，有那个光，就像阿弥陀的佛光，那个光度会更好。哦，有光度的，嘿，这样练会更好。好，就是去掉病，好，这个我们叫四大不调的病。好，那后面讲的怎么227页五脏身患之下，啊，那个就是不一定，好，不一定，你就气通了就不会。啊，如果气阻塞在肝，好，它就会表眼睛不好；阻塞在脾，就是什么，我们叫那个饮食没有胃口，好，那阻塞在肾，就是排那个排尿不顺，好，就是气阻在哪里，那五脏六腑就会生病。啊，重点就是气阻塞。所以气阻塞在哪里，他就五五六脏就生什么病，好，这个是重点。从气阻塞来讲，可是他没有讲气阻塞造成的了哈，这没说。好，所以种种病症呢，啊，很难说清楚，因为太多了。而且修禅宗的，啊，他用空相的或是属习随习的这个部分比较会。那我们现在讲哈，练任督两脉不是用吸空气哦，用意念就好了哦，是细摄的气。用呼吸的气来做那个练气，会造成残病哦。如果用意念引导体内的气，跟呼吸，哦，呼吸不是用呼吸的气来做引导，就不会这个病。你用出色的呼吸的气来修，就会这种残病出现。那我们意念引导内气内习，不是靠呼吸的空气进来，所以这些都是因为靠空气吸空气进来来做运作的，就会阻塞，因为它没办法有阻碍性。啊，如果用意念的气来做引导，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这样了解哈？所以一般用外面呼吸来做吐息呼吸哈，这个就会造成这个残病了。啊，这个因为大的都是这种方法，从古时候都传下来用呼吸法嘛，所以这个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了。我感觉用内习的话就不会，因为它细摄，不会跟身体产生执碍。好，这个就是从这个来讲。好，那这个从这里讲完，这个是讲病啊，残病的问题啊，讲很多啦，但是呢，没有很讲得很明确。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正果了哈，249页。最后了，他讲三尺三观，空假中，其实他讲的这个不是哦，因为天台宗会把空假中当正果，不是，只要原念空相，哦，包括我们之前讲的找不到七处，那个楞严经讲的七处真心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呢会现起空朗朗的空相，那这是以找不到的显现性来说。我上次有讲哈，上个礼拜空相有抛到群组，哦，这是楞严经的，还有禅宗讲，我心在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是从找不到变成空相。那这个空相呢，一般会把它当成天台宗，把它当成圣义地，不是哦？因为空相呢，在外道的四空地、无想地也是空相，而这个呢，因为汉系的佛法会把空相当圣义地。我感觉也有一点不合理啦。好，那没关系，这是我个人见解。我们看249页，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那这个心呢，有很多种啊。如果是以中观中来说，就是分别知；如果是以唯识中来讲，就是阿赖耶心啊，阿赖耶识啊，都是心。那因缘虚假不实故空啊，他用因缘和合故空啊，这个是最基本的缘起了啊。那一般呢，在楞严界是讲找不到故空，不是因缘和合故空，是找不到。他用观待，所以故空了哈。那已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明自相及真体直也啊。那故空呢，是就把一切相都排除掉
好，那一排除掉安住在空相，那个就是圆啊，如来藏或是禅宗或是天台中的空相的止啊，空相的止啊，这个部分呢是共内外道的哈，共内外道的。好，那我们再看252页，好，先进入空相。再看，尔时上不见佛国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哦，那是从有相，从假就假就是有相，入空就是找不到。从假入空，一名二谛观，二谛就是假就是世俗谛，空就生一谛。哦，假是世俗谛，空生一谛叫一名二谛观，那个叫一名慧眼，他把安住空相叫慧眼呐。哦，一名一切智，哈，这个，一般汉系都会这样说了哈。好，我们再看254页，哈，倒数第二行。若住此观，这个观就是空相，好，空朗朗的相。即堕声闻辟之佛也，他是说，哦，一般我们讲声闻辟之佛是安住在空性定里面的即灭之乐。因为其那个禅定的空相之乐很吸引人，那个叫现，我们叫善那个现法住乐。所以你看修禅定的哈，他一般来说很少出门的，因为他一出门会被外境这些干扰，色身香味触干扰。那是一干扰呢，他心就不极静，不极静那个禅华喜那个禅定之乐就会没了，就会退失。所以为要保持禅定之乐呢，他呢感觉干扰，赶快就回去啊，哦，修禅定，啊，哦，所以为什么以前的我们叫大陆的寺庙都建立在高山？为什么？怕被干扰，怕被干扰啊，哦，所以有几个执事会出来啊，哦，那个像礼拜天呢，啊，会应付一些那个信徒，其他的比较休息的都会躲在里面修定。所以他平常不会出来，那出来买菜的都是固定的人员，就修定感觉没有成就的人来做外事，包括采买啦、购粮食物啦，这个都是比较劣根的，修定比较劣根的啊。一般那个比较高的都是不出来就修禅定。那这个辟之佛就是因为贪求现法住乐哦，所以是呢不想要做事，好，哦，就是以这样的形态来讲啊，空观就是声闻辟之佛的啊，哦，这是以这样来说。但是空观是大圣要证的了哈，哦。那诸声闻等啊，哦，自叹言：我等若闻尽佛国土教化众生，心不喜乐，因为这个变成会干扰他禅定的快乐，禅悦之乐就因为度众生就没了了哈。哦，那所以则何呢？一切诸法皆悉空寂，安住在空，那空朗朗那个禅定之乐呢？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好，就一般，中观根本会讲到八无啦，无依无依，无来无去，无常无断，无生无灭，因为都是无相，所以无相呢，一切世俗的有相通通没有。好，所以呢，他禅定之乐，如果度众生就没了，所以那心不欢喜。好，这是疑。哦，修空定的为主。那我们看260页，在进入假。好，刚才讲是声闻啊，辟之佛。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应取着无为，就是禅定之乐啊，安住空定的起而禅定之乐无为而至极灭。极灭就是这个讲那个相极灭哦，不是自己死掉啊。就极灭，就是空相极灭，一切相极灭。而是呢，应修从空入假观，为了什么？为了度化众生啊。所以在禅宗讲的那个菩萨清凉月，就是安住在空相，那常有毕竟空，所以要梦中做佛事啊。因为空变成有相，会变成虚假如幻的观啊，假观，从空出假。那从出假这个用虚假如幻，就梦中做佛事。哦，所以是菩萨要度众生，要从空出假，则当地观心性虽空，哦，安住在空相，但是原对之时，就原世俗地的啊，利众生的时候呢，一人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那为什么幻化呢？因为他有空相，先有空相基础，看到有相就变虚假如幻，所以虽无定时，没有很真实的感觉。
但是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如幻化般的见闻觉知，啊，因为就变成从空出假，这个叫菩萨观。好，那我们看262页。好，空他把它当成是，声闻小圣哈，声闻独觉的偏空。那菩萨呢，是为了利益众生六度四摄，就我们要重视假，从空出假。好，再看262页。行者如是观时，好，就是看到种种相状，虽知一切诸法毕竟空寂，从圣义地来说，好，就是一切空寂，能于空中修种种幻形，好，就是幻化的这个六度四摄，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性欲无量故，众生的需求根基不一样，那这个要看嘛。靠从空出假来做观察，哦，不能按住在偏空，偏空就对众生的根器和他的所求就不知道，哦，所以要从假如幻化般的假来观察众生的需求跟根器。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哦，通过根器了解，在你修学的佛法用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哦，才能利益六道众生，是名方便随缘止。哦，啊，这个不是，这个不叫止，那个叫观察。哦，不是那个叫方便随缘，不是止哦，止就是一，我们叫止叫心一境性，这个不是，这叫观机斗教，这个不叫止，哦，不叫止。那是从空出假，一门叫平等观，平等观叫什么？空跟有，空跟有就现空双俱了，这叫平等观了，啊。那这个就是法眼。一般我们讲哈，他讲偏空，它叫一切智，哦，一切智。然后呢，哦，菩萨呢，这个叫道相智，道相智就菩萨用从空出假来知道众生的根器，来行善巧方便利众生，这个叫道相智。哦，从有空出定后的道相智。那如果佛呢，叫一切种智，哦，我一切相智，哦，三个字不一样。小圣人叫一切智，那菩萨叫道种智或者道相智，那佛呢就是一切种智或是一切相智，啊，这样分得开哈。那住此观中，就是从空出假，那个假呢，智慧力多故，因为观察，观察众生的根器，那善巧方便利众生，这个叫智慧力，这个是观察力。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因为它是主要是对虚假如幻来行佛事。哦，是空出假，所以空性的那个空性的安住不多。那如果是小圣的会偏空，就是安住在佛性。哦，菩萨虽复成就此二种观，哦，一个是空跟假，是名方便观门，非正观也。哦，那正观就是讲空观，就是假观。哦，这样有没有问题？他是把编列身为是空观为主，菩萨是假观为主。可以哈，再看266页。故经云，前二种为方便道，就不是就近了，啊。那讲方便是讲不是就近的意思。那什么就近呢？哦，就是进入中道第一关。一是二空观，好，哦，二空，好，哦，得入中道第一关。好，哦，那这个二空观是想空跟假啦。那，啊，我们上次有讲过，为什么佛能够入中道？因为他的，哦，佛有两个智，一个是如所有智，就是安住空性定，啊，安住在空观；他的尽所有智呢，安住在，啊，虚假如幻的假观。所以空跟假并现，所以双照二谛。空观的是照圣义谛，假观的是世俗谛，所以叫双照二谛并现，叫双照二谛。所以呢，不偏空，也不偏假。所以心心即灭，自然流入啊，哦，娑婆若海啊，哦，那个那是般若海的意思了哈。若菩萨欲于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应修习二边分别止，就是空也要修，假也要修，哦，行于中道。那这个呢，只有佛才可以啦，佛才能够具足空假并现。那菩萨只能不同时，有时候修假观为主，也有修空观为止，不能同时。但佛可以同时，啊，就是讲中道观，第一观就是佛。好，那你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看268页哈。云何修止观？若体知，好，心性非假非真，不能偏空，也不能偏假。好，习缘真假之心，名字为正。那这个只有佛才办得到啦。嘿，我们现在是练习，那这很多文字都是，哎，讲得太高超了。所以地观心性非空非假，哈，不能这样说了。就是嘛，入定是空观，出定是假观，不能说地观心性非空非假，这是错的哦。心性一定是空假其中一个，除了佛两个可以并现以外，不能正观心性非空非假。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感觉有些汉系的说法哈，讲得很模糊啦。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弘一大师写的歌有没有？长城外古道边啊，方海碧连天，有没有听过这个？然后后面一个花灰花，雾灰雾，夜半来鸟啼声，啊，有没有去参这个？为什么叫花灰花，雾灰雾？就是非空非假的概念呐，啊，汉系这种概念很多，可是都讲不清楚。花就是花，什么花灰花？啊，那雾灰雾，雾就是雾，为什么灰雾？因为它是虚假如幻呐，从空出假。看到花又不是真实的花，看到雾也不是真实的雾。那夜半来，夜半来鸟啼声，一般我们讲乌鸦才会夜半的叫，对不对？鸟啼都是清晨嘛，对不对？所以夜半来鸟啼声什么？是有是无啊？就了解了。那个形容就是非有非无，是有是无的感觉啦，就是讲非空非假的感觉，就是汉显注重这个名相啊。那其实就是讲虚假如幻，就是有，但是又不是很真实的有那个感觉。从显现境来说了，可是呢，在汉系的佛法没有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我们修的啦，你去安住空，自然安住空，初定看到有就会现起假，这个不用特别修，不用特别修。重点是修空就会出假，看到非有非无，虚假如幻的观。所以他讲的就是文字啦，这个中道观只有佛才会有。啊，所以在讲呢，啊，两百次间问这个入中论的因缘所生，我说即空，一名为假名，是名中道。那个因缘所生法是排除呢，光根文字排除外道，那个把外道的造物主当成常依自在。外道啦，他们天主是常法，而且不用资分，他没有五蕴就没有资分。所以你看啊，外道的他不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他的天主是没有色蕴的，没有五蕴啊。所以他就你拜偶像就变有色蕴，所以他有色蕴的神就是比较低的神，真正的神是看不到形象哦。所以他把啊他们的天主是最高的，所以没有五蕴就不拜偶像，就没有五蕴了。只要其实呢，只要不特起喽，一定有五蕴，只是我们看不到。天的如果看得到就是色类，就不是色蕴。不是，我们它是细色，它天然的色是细色，我们凡夫看不到，天眼通就可以看得到。天眼通才看得到细色的天人身啊，鬼身都是细色。他讲的没有色蕴是讲没有出色的色蕴，所以他把它当成常一自在空。那龙葫芦是讲我说即是空，就讲不是常，就是常一自在空啊，不是空相的空哦。外道认为他的天主是常一自在，常就嘛不关待刹那幻灭，一呢不关待五蕴的之分，自在呢不关待因缘所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天主呢没有父母，没有父母嘛，所以我们讲我们会产生就是我们的造业的因，好，爱取在临终前辈子爱取造业的业因，因为是加上父母的缘，父亲母选的缘投胎。因为造物主呢他没有父母，就缺少缘呐，所以他叫自生，所以他不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他就常依自在，不靠缘，他叫自生，靠自己心绪就可以生自己。啊，这里龙树摩那讲的空是讲常依自在空哦。哎，所以呢这个经论都没有讲清楚。那为什么是假名呢？就是呢他不是不关待他法，他必须关待他法而有，这个叫假有。只要法存在的方式要关待他法，就叫假有。所以他就认为不是中道是什么，就是破除常依自在的中道了。破除外道常一直在中道，就不落入断灭见，也不落入常见，叫中道。那为什么呢？如果有常一自在，那个叫常边，外道的常一自在这个叫常边，啊，常边。
那如果认为哦，没有常一自在，就变成空无，就变成断灭边，就用无常一自在来破除常边，用因缘可可缘起来破除断边。啊，这个很没有听过了哈，因为这个解释汉系比较模糊了，汉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于空假中三观的内涵。好，有没有问题？好，这本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海底轮是一般说就是讲密护轮啊，海底轮就是密护轮。可是这个海底轮哈，它讲的跟有点任督两脉讲的会阴有点一样，所以呢，它到底是用密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哦那个一般任督两脉道家的讲？但一般讲海底轮就是密护轮。海底就是五轮最重要的五六个轮啊，包括眉心六轮，最重要就是最下面就是密护轮。那可是用一个名称叫海底轮，眉心轮，它，对对对，我们从其实它是从支脉，它是两个鼻孔旁边，这个叫智慧脉。然后鼻孔旁边集中到眉心轮，眉心轮集中之后再集中变成一条线，集中那变成雨伞这样勾 J 哈，勾起来到顶轮。然后再来是喉轮下来这样，它是一条那个我们叫雨伞那个勾 J 字形的这样勾，问号那个勾一样。那真正轮脉是从眉心轮开始，嘿，对对对对，密护轮。那在如果是还有讲七个轮，就是我们那个小便的出口，男女众那个小便出口，那个叫做宝珠轮。啊，可是那个不用修，嘿，重点修的是六个轮，从眉心轮到没有六个轮。没有密续，没有这个轮。哎，对，对，他一般讲的我们叫三焦啦，就是胃那个胃部分就叫三焦穴。三焦是管我们这个人体的热量这个部分，这是到这个一般我们讲那个精穴跟命法没有关系，命法没有这个太阳轮这个回事。那打加进去的，其实只有六七个轮，那宝珠轮不看，就六个轮而已。好，可以哈，所以你可以用道家的方式来修任督两脉也可以，因为中脉要打通比较难，但是对我们来讲，任督两脉要打通比较快，因为它比较肉跟骨头中间，比较好修了。任督两脉对我们现在来的程度比较好修。不，你先任督两脉小周天打通了，再修奇经八脉，先不要太复杂，就这样循环就好，先通了再说。那叫小周天啊，那我要什么带脉呢？什么抽脉？那个就奇经八脉，那大周天哦。哎，先想小周天弄通，哎，弄通了，哎，对对对对，你知道怎么走了，气会用了，在中脉再修会更快。哎，现在都不熟嘛，也没有概念，就先修任督两脉，从会阴上来，会阴上，嘿，对啊，这样循环哦，下来，然后后面上来，再下来，这样。这边就这样，这叫一小周天循环。哎，对对，早上是这样。啊，现在傍晚我们要安神，就变督脉下。哦，感觉会太复杂。啊，你就修任脉下，督脉上就好。一般都是这样，气功都是这样。他没有说你要督脉下，一般没有这样说。啊，我是要让你安神，晚上比较不会，因为这样修会本精神好嘛，所以晚上就修督脉下、任脉上，比较能够睡觉比较好。鼻孔吸，嘿，对，从往上，往上，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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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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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在那个脉是在前面是肉的里面贴着肉，那后面是骨头跟肉之间，你猜这那个位置怎么运作？这样好，像这样好，啊，慢慢练。啊，当你这个气能够练熟的，你就可以以逸导气。以逸导气呢，你练中脉的什么轮什么轮就比较容易。啊，练什么元神啊、练力啦，这个就靠这个气的运作把它加强。内视也是靠意念的加强，所以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的精神力啦。哦，以后要修神通，这个都是重点。好，有没有问题？
这个也会让我们身体改善的哈。而且我们现在人身体年老的身体比较弱，啊，靠气的运作会让身体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状态，比较不会衰老那么快。好，那么休息十分钟，可以哈，在我们就二十分钟再来修那个气，休止住修。